大家好，我是陈琳，我是徐小阳，这里是野柳。你已经不是你，你发光变静谧，我的心已经为你流去。我们从昨天晚上十一点通告拍到今天十二点。自己是你，我决定爱你，生到病不如你此生爱我心。看你怎么感觉。想去看你，我的心跳只为你，已经不得不靠近。Oh yeah， 爱你太彻底，原谅我霸道无理。今天起我保护你，到最高潮。要拥抱你。你正常走一下，想看哪里？哪里看？这样子的不行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因为我今天啊才觉得，因为我昨天才从那个马来西亚回来，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天气不知道为什么会比马来西亚更热。你说，当然是帮我训小飞侠回来。你有病啊！哎，你这里有问题啊！都快要被抓走了，你还在吐真的烂瓶子。辛苦了，甜甜。可以喝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冰吗？有吗？有一点。谢谢。哪里辛苦辛苦？来。好冷哦，怎么办？好冷。就是我讲的话很冷，没关系，没有人在听啊。